你冷冻了，等一下。 在我18岁那年，我从来没想过30岁以后的生活。那时候吧，不敢想的，称之为梦想。我不想平凡地度过一生。直到今天，我依然相信自己可以创造的更多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不劳而获的人，一定要经历过挫折，赔上很多的时间、汗水和眼泪，才会获得一些成就。为了对得起未来的自己，现在的你不能贪图安逸。 你努力不是为了现在得到别人的夸耀，而是为了将来能够获得更有底气、有尊严。只要你决心去做，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人能够阻碍到你的。所有的流言蜚语和火上浇油，只要你自己不倒下，终将会成为你实现梦想的助力器。记住，每个人都曾卑微，但并非所有人一辈子都渺小。加油，兄弟们！加油！哇！再见！ 哇！牛逼啊！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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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